上取得胜利哦，目前取得二连胜。你对这支球队在前面两天的表现，进攻时间剩下五秒，这个球传球并没有传好，前面发动快攻被超球之后，文化大学一开始进攻篮板，九号的刘家豪这个球再吊篮底下给到范世恩，这绝帮忙做掩护之后带一步跳投出手，有了于玉祥的外线得分的来到十分，一场得十二分，一场得八分，中距离出手也进，今天剩下五秒，球转移到外围来切入到篮底下拉一杆，哇好球，哇张文龙，这个球被林志伟抄掉，直接是大吃小在篮底下，我目前而已你这个失误都造成到蛮有效的快攻的失误之后的得分，而且文化是13-6领先，林志伟准备要单打范世恩没有成功，但第二波进攻篮板再起被范世恩耍了一个大火，13-6，这球抓到进攻篮板之后在篮底下轻松放进，也代表说文化大学有非常多失误之后的转换快攻机会，哇坦克他都是在资格赛徘徊，哦拿到球了，范世恩前面发动快攻机会出手进，黄博伟带一步之后出手进，现在主场球队领先了，比赛会越来越难打，因为他前面两天碰到实力是比较弱的球队，哇这个第二他赴美去做交换学生了，所以在连打的情况下真的考验你的体能，晚了齁，那当然有一些因素了，也并没有念完，因为像这种学校文化大学要追击的机会，这个球闪过在篮底下，这个抛射没进，哎哎呀哈哈，交给林志伟，林志伟剩下两秒准备要处理掉两个人的包夹，中间出手还是俊，哇都是对辅仁大学的得16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打，已经面对到两个人的夹击了，我们可以看到篮底下的能力了哈，还有他的一些资历来看的话，过去两场球他我这个也是他必须要去克服，篮底下第一时间点进，高中锋林志伟帮忙做个掩护，所以林志伟他在进去等于是有点点两个区要堵林志伟，而让外围球员比较大空档，当然所以台科岛他下一步要去做什么，外线再来一个冷箭，哇连来两个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幅度的落后，连续接连的两个三分球，吕中林利用到他自己队友的一点点的掩护一个交叉的时候，我这半场的 set play 哦，这范世恩似乎没有参与到，他的队友把他当路人，中的一些毛病。那升到了 UBA， 他必须要打得更加的成熟。前面文化大学有快攻机会，好球！文化大学有快攻机会，好球！哇在底线。刘伯仁打到。刘伯仁在禁区准备要单打林志伟，哇的领先，现在领先四分，于玉祥带一步在底线出手，上半场第一，范世恩拿球之后直接出手，哇投进了 buzzer beater， 在现场台科大的体育馆的现场面，球进算 and one。哇、wow, 范世恩来情急之下又去做到，你看太过于激烈的这种身体接触了，这有时候还是经常比高中了还有大学来讲，如果说勉强林昂义外线出手去交篮一下，这个球给的不错，哇、wow, 还是被打火锅，这球林志伟在篮底下摆脱的范世恩出手得分，这失分呢一直去给他有效的控制，哇漂亮的开后门这个 back door， 哦在底线出手得分，利用他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，你越想打火锅你跳起来的机会越容易制造到对方这种犯规的情况，
底线出手得分，真的非常的稳。前面有快攻机会，而且是二打一，这个球漂亮给球。这种横向的传球还是要避免。志杰哦，在这个大专篮球联赛的出赛的机会，也可以说是都会比较大的心胸。这个球出手计算，还造成了哇，这一次是失误之后呢，成功的一个成功的超截，再转换到这个个人的上篮的动作。来，过来一下。来，听这边。志伟在禁区要强打出手进 ，Power Play， 强势打到对方的犯规。哇，他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傲人的这个突破的速度啊！差点发生失误，交给篮底下，好球！哦，这个补防更加精彩。也就是说，后三名等于是两组加起来六支球队要抢两个外卡。李宗霖重新回到场上，哇吼吼，漂亮的小人物上篮，这个留下来的空缺补得非常的成功。哇吼吼，简照一还颜色，多经历也非常的多，不管是世界杯、亚青杯，其实他所面对到对方的一个对手都是国际级，甚至在松山高中有一定的一个扎实的训练。有些人看的是怕。林志伟在禁区拿到球，单打范世恩。范世恩因为度过这个范世恩呢，现在下去调节体能的这样情形，其他人必须要跳出来。好的，准备发动快攻，两二打一。哇，李宗霖真的打讲到 NCAA 啊，这种大一之后呢，十九岁之后还可以去投入到 NBA， 其实他变化性更大。还是把球先塞给林志伟，林志伟现在趁范世恩不在场上的情况下，又在篮底下抢，打得非常的清楚，就是打这个 inside 的这个点。哇，这个第一拍没有顶住刘，切入禁区单打，这个挑篮好球。现在轮到台科大请求站，看一下慢动作。嗯，林志伟打完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上了高位，反而是在篮底下呢，其实让这个刘学先呢有更多的一个空间去做到个人单打的动作。李志伟这个假晃晃开了对方，同时也躲掉了三秒违例，五分。这时候其实也不需要投三分球，大一不中出手进，简兆义，这球进之后 double team。简兆义这球给篮底下，漂亮给球，哇哦，这个球传得很有创意。刘学谦身高188公分的，虽然身高并没有到一百，像是黄博伟。简兆义收球在黄博伟的前面跳投出手去，交给玉祥，玉祥带一步外线出手完全偏掉，但篮板球再拿到，出手也没放进，范世恩在另外一边把球给拨进，必须要把握到最后一击。这一次的出手玉祥是有点大的，好险。这个台科大再来，被台科大把球给抄走，前面发动快攻，黄博伟没放进，另外一边出手进，哇，十分，变成了三连败的成绩了。来看一下，这是一开始简兆义出手不进，然后十六号的黄玉文，他其实也很靠近篮筐，有很好的机会，但这个补篮也这个刷锅而出。哇，简兆义那一球空手的上篮真的非常的可惜。第二次一个补篮应该是完全非常好的机会，是还有秒数。哇，台科大背号13号的谢宗荣啊，19。